葱花大排一烧呢，香味道特别好。葱呢本身又老香，葱香味道，加肉的香味道混合了一道，所以小葱花弄堂里向一烧，哎呦，真的弄堂里侪是搿个香味道。葱花大排对每个上海人讲都有自家的回忆，伊不算一种大菜，但是伊属于一种经典菜。那么上海菜会不会就是咸中带甜、浓油赤酱，那么就是比较代表了。老板买两斤大排，我是邵军，我是上海本帮菜的特级厨师，我从事餐饮工作已经三几年了，等来新做搿个行政总厨。上海人呢比较欢喜吃肉的，葱花大排呢主要是其实是蔬菜跟荤菜混合一道烧的一个菜。一个呢葱本来是也是属于蔬菜一种，但是伊是带有本身自家葱香味道。那么虽然不好讲人家讲老上台面高大上的就是海鲜老啥，但是辣上海菜里向葱花大排是摆辣记忆里向一个老重要的菜。咁嘛，做啥讲伊老重要呢？就是讲平常老早咧上海人来讲呢，平常不大烧，要烧好也不容易，要晓得葱要变香，肉要烧透，油水要稍微足眼。对阿拉讲，每趟吃到大排，还是对阿拉小辰光有搿种味道的一种肯定。搿阿拉来教教大家大排的腌制过程啊。大排首先呢，第一点需要烤烤。主要是要拿里向个筋啊烤松开，有辰光要烧了嫩啊，烧了啥，搿点是蛮重要。大排高呢，选的辰光呢，要稍微带眼眼油肉，带眼油肉呢，肉烧起来呢更加香。还有呢，大排高呢，选的辰光呢，要后薄要均匀，后薄均匀，搿能介烧起来呢，成熟的程度就会得变成一样。好，阿拉呢现在大排高摆进去。进腌制，稍微让肉里向有眼味道吃进去。葱花大排呢，其实应该是讲地方菜，其实它代表了一种区域文化。上海呢本身就是一个外来人口老多的地方，所以文化的结合老好。上海人家在讲海派文化，老早龙潭里向有的苏州阿婆啊、宁波阿婆啊，通过跟龙潭里的交流，哎呦，搿菜人家烧好吃，搿菜应该烧好吃，葛末慢慢叫慢叫，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啊，沉淀下来，所以叫本帮菜。其实本帮菜就是对上海菜来讲，就是一种延伸。好，这个大排呢，放到冰箱了以后，腌制大概一个小时左右。一个钟头左右了。好，阿拉内衣。开始，阿拉要烹制了啊！首先加眼眼油，随后呢，拿阿拉排骨拿伊煎一煎。煎一煎呢，主要是让伊香味道更加好眼，让伊煎香，让伊水分锁牢。所以两面呢，需要煎几像煎牛排一样的啊。好，煎成搿样子了啊！阿拉呢，先拿煎出来。接下来是煸葱啊，阿拉要像煸蔬菜一样，先拿葱。要拿香味道侪煸出来，基本上帮排骨差不多重的葱，煸了有眼瘪下子，搿要稍微烘眼辰光，小火呢慢慢叫煸。好，阿拉现在拿阿拉排骨摆上去，摆黄酒，勿摆水了，阿拉就是靠摆黄酒。接下来呢，摆生抽，生抽呢是调味，接下来呢是摆。老抽呢，上海人相对来说讲呢，摆的比较多。上海人呢，还有老重要一点，上海人要摆糖，欢喜摆糖啊。上海菜呢有浓油赤酱，还有中带甜，所以糖呢要比平常，要比别的菜系稍微多点。稍许收汁，再收了浓眼眼啊。收汁的目的呢，就让伊收了更加浓眼。好，搿个葱香味道侪来了。小辰光个味道就开始越来越浓郁了。搿菜呢，其实从小呢，从阿拉爷娘手里向就开始学了。搿就是阿拉从小搿个传承，
上海人屋里向烧菜，侪是烧成功搿样牛油出酱。阿拉有辰光有种下轿了啥回来，哦哟，多少年数没好叫吃葱烤大排了，上海搿种牛油出酱的大排，哦哟，好吃好吃好吃。等下还要打包份回去也有，来外卖人也有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呢，其实都住了各种弄堂，上海人叫典型的石库门房子。老早呢，因为搿经济条件啊各方面，大家吃肉侪配结供应，所以呢，能吃肉是桩老不容易事体。阿拉小辰光就是烧大排，肯定是有人客来了，反正是不烧得少。现在呢，主要是一个是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个是对自家本身健康要求的提高。葛末现在吃红烧肉来讲，一千块就够了，就是。过过年头，对阿拉餐厅来讲呢，阿拉有一块大排，再弄个三块，对身体高头要求压力也不会太高，一个吃相高头各方面也好看眼。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那么选择的余地阿拉大了。像老早小辰光，辣辣屋里向大家吃大排的辰光也越来越少。中华大排来讲呢，对现在来讲是一种情怀，是一种怀念。